Hello， 各位虚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欧明，祝大家今年过年牛年行大运 ，Happy New Year！ 叱咤风云呢，这部电影是一部赛车电影，那它在过年期间还会有上映，有包括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还有一些团体合作的一些元素在里面。那希望大家在过年期间可以进戏院收看我们的叱咤风云。